上一段带大家去到鱼龙子旺财馆储藏室，看到偌大偌大的沉香 ，OK， 注意那不是沉香，那是沉香木 ，OK， 也给大家看到这么大的比我跳起来高那种沉香木 ，OK， 结果能够结香、能够结晶的沉香只有那么少部分，这个还是拥有这么大部分的话，那个是倒价。如果能够结晶结香成为土层的话，可能只有这么大的部分 OK， 那如果能够结晶结香成为净水层和水层的话，可能只有这么小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沉香真正天然的形成的沉香到底有多珍贵。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串这样子的净水层手珠，净水层手珠的话，要耗多少净水层的原料才能够累积出这样子的净水层手珠 ？OK， 注意我用的字是累积 ，That means 它是在不同的地方找最硬的部分哦。累积这里可以雕两个珠子，这里可以雕两个珠子，一直累积成这里15到17粒珠子，它就是这么金贵，这么难得。有时候要累积一串手珠的话，可能需要花到3、5到甚至到7年的时间。我们最近在推一串108的导价的，虽然你看导价料，哇，导价料原料这么多啊，但是它要雕108粒的话，也至少要花上那么3到5年，它就是那么难得和珍贵。所以如果已经佩戴上我们云龙子旺财馆沉香的客人的话，首先要恭喜你，恭喜你做对的选择，你也会旺你的正财、贵人、化险为夷、健康等等的。还没有佩戴上云龙子旺财馆沉香的客人，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要赶快赶快把握我们剩下来还有哪一个旺财的沉香可以选的，真的不是在等待的时候了 OK。 所以净水层已经这么难得了，如果来到水层能够雕一个像这样子的牌吊坠，那是更加难得了。那问题是水层是不是沉香最厉害的等级呢 ？OK， 自问自答，不是。在水层之外，山外有山；沉香之外有沉香，不是它最高的。最厉害的沉香 ，OK， 专门为什么做这一段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最厉害的沉香不是水层，也不是净水层，那肯定不是土层和倒架，那就是奇楠。OK， 那奇楠可能很多人，哎，我听过奇楠，奇楠的地方，奇楠这个概念有点误解的时候，叫哦，某一个地方产出来的沉香就是奇楠，不是。我们要佩戴沉香的话，是因为它能够吸收和转换。OK， 那我们看到偌大的沉香，对吗？复习一下。OK， 一个地方受伤了，它就分泌油脂出来恢复自己。这个地方结香结晶了之后，就是沉香。OK， 那如果它被这个地方受伤了，哈。如果它被非常强，甚至到我们的自己来讲，我们人的 level 来讲说，它是像 cancer 像癌症这样子的那个细菌所感染的，可是它却复原了，它却好了，能够结香结晶的话，这个地方所结出来的香叫做奇楠，那这个地方是更加珍贵的。数据上来讲 OK， 一个森林里面100棵树，这个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啊，再复习一下，100棵树，7棵树是我们称之为 Aquarius Species 沉香木系列的 OK， 那这7棵树有7-8%的机会能够结香为沉香，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雕成哇净水层啦、水层啦等等的。那当中这7棵树少过7-8%有机会可以产生奇楠，这个 Top of the Category Cream of the Cream， 这最了不起的沉香 OK。 那到底这个奇楠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到底多了不起呢？哇，讲到龙飞凤舞这样子，那有来我们风水讲座的客人都会知道，都会看到也闻到这个原始的奇楠到底是怎么一个模样的。这一次为了做这次节目，答应过大家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最了不起的沉香、檀香等等的 OK。 那在我身边这个就是从云大师家里请出来的这个是原木的沉香，它不只是沉香，它是原木的奇楠
这么大个。OK， 很多客人看到当天风水讲座，有很多客人有机会能够闻到，亲口闻到这个奇楠的味道，非常非常香。有机会闻到的话，你会明白我的意思。OK， 到底有多大呢？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整块原始的还没有雕刻出来的奇楠的模样啊，慢慢看。有些客人看到这个就会问，哎呀，哇，这么大块一个奇楠怎么不雕那么两三个牌，甚至说是一串手珠，雕不了。关键是 OK， 所有的原料都要经过10到20年的氧化， OK， 那是第一个条件。氧化之后它要能够还有说，哎，还没有裂纹，那我们可以开始雕。但是重点是这样子的，这种原料如果你没有经过一种规训，你没有经过云大师对它的那种调教，你没有经过一点的那个培训，它是不能够对人产生任何风水的利益的。我们看到偌大的檀香也是这样子，原始的那个原料的那个白段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放它10年到20年去氧化。那问题是10年到20年氧化之后，它一定要为我们人类做出任何的贡献吗？一定要为我们人类做出任何的那个 benefits 吗？它是这样子的，它就像是一个，哇，对，你有非常庞大的原始的力量，但是你没有汽车，它是不能够让一辆汽车往前走的。It's just raw petroleum, raw oil， 对吗？所以这10到20年来，我们一直要做的东西，就是要把这些原始的材料规训、规划，然后变成我们能够可以用的，可以雕成牌的。啊，如果它的这个体积，如果它这个物质没有太软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雕成手珠、雕成牌等等的。如果太软，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吗？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那天讲座有看到，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实体的，像这样子的，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通常如果有奇楠的话，会长成这个样子 size。OK， 这个呢，我们是在等它氧化，可能等了几年就可以雕成一两个成像的牌，就会 offer 给大家了。啊，奇楠，看到吗？这个部分还没有用，就已经开始在发亮了。那如果我们带沉香是为了要化险为夷，能够把最大的障碍把它化成最大机会，能够旺最大的财富的话，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带沉香的话，那我就会特别建议你往奇楠的路线去发展。 OK， 那甚至我们有这么大的那个沉香的树，我们有这么多的沉香的料，奇楠的料，甚至是我们云龙子旺财馆每2-3年才会有那么2-3枚的奇楠吊坠。 OK， 如果你问，哎，有没有奇楠的手珠啊，有没有奇楠108粒啦，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了19年，我是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因为奇楠的原料已经这么少了，要在这么少的原料里面找最珍贵又最结实的那个部分，它已经把所有的 fiber 给化掉了，已经变成凝固成一团那个油脂的部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OK， 你还要挤出108出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有句话说，若见奇楠不放过。你今天看到有一块奇楠，好像我这块手上的奇楠，原本其实有3块，现在剩一块，有机会的朋友真的应该把它请回去，那你就可以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化险为夷，什么叫做旺贵人，什么叫做旺沉香啊，旺正财，就是在这一招，就是在这一枚身上。 OK，那下一段还会带大家看更加刺激的，下一段见。